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使你的命和运全部的改变，那就是我们的佛法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。我想请问一下，1978年属马的男性，那个事业。78年。属马。男的。啊，对。过去有过一点事业，现在不行了。啊，还好啊。还好，你来问我干嘛？还好了，小生意。啊，对。跟人家过去有过合作。啊，对。后来自己想自己做了。啊，对。看得很清楚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没什么大问题，这个人呐、啊，现在脑子有点问题，很害怕。哦。他有一点恐惧症。啊。明白了吗？啊，是。有点恐惧症啊，害怕，做生意害怕，做什么事情都害怕，害怕吃亏，害怕被人家骗，害怕钱啊，投资的拉不回来。啊，对对对。对对对。好啦。他这样子，他需要念什么经呢？念大悲咒，念大悲咒的人会增加自己的能力、信心。念心经的人会开智慧，什么事情办法都想得出来，好吧？他有身上有灵性吗？看见一个年纪大的老伯伯，他的父亲还在不在啊？他的父亲还在。啊。我的家婆不在了。家婆不在啊，但是是个男的。哦。啊，他爷爷小时候领过他吗？不怎么亲，没有什么在一起。啊，但是领过他的。你问他做梦做到过他爷爷没有？死掉的。啊，这个就不大。他小时候有过一个男的。啊。肯定领过他的。嗯。啊、是、啊。给他念小房子86章。86章啊。好吗？OK， 好的、好的。你要看看晚上，我可以叫他到你梦里来给你看的，真的。OK， 不用急，不用急，谢谢台长啊。你吓死了。南无观世音。